仲文你好，那个我现在推荐一个软体给你用，这个软体叫 Google 翻译，哦，就是在还没有那个语言翻译机之前的话，你可以先用这个软体来用看看。哦，那首先你到那个 APP 的地方下载这个软体叫 Google 翻译，下载完之后把它打开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语言，哦，那你现在在日本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日文，那把它翻成中文。哦，那怎么使用呢？首先在这个打开之后，这个界面的左下角这里有一个相机，把它点开来。哦，那你可以对着你想要翻的东西，它就会帮你翻的。好，譬如说，可能这里有一个那个 Magneto Aokiki， 你就把它对好，它就会翻给你看的。哎，对齐了。拍照。然后再把它，它叫你再选一次，你就是把它选起来。哦，这上面的话就有显示，这段话的意思叫磁铁应用设备。OK， 那我回到上面。哦，那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相片，你也可以点那个你已经有拍过的照片，譬如说像这个是你刚刚发给我的照片。好，那我就把那个日文的地方把它选起来。好，它就显示说这个你可以把它当作饮用水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留言给我，我再找一些方法给您使用。谢谢，拜拜。